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之方，在我家的 Vivian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西班牙蒜虾，它是西班牙国民美食，也是经典的下酒菜 Dabas。 下酒小菜 Dabas 的种类千变万化，油蒜虾的做法算是相当简单，但又不失经典美味，可以说是开胃菜里面的最佳选择。除了喜欢吃那个脆甜鲜美的虾子，剩下来的油蒜酱来抹面包，真的是很好吃耶。这真的是老饕们不要错过的食谱，可能很多人都会做，但没做过的今天就来试试看吧。不啰嗦，赶快来备料，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先来介绍一下香料，这些香草植物到底要到哪买，特别是在做西式料理异国料理的时候，我是自己种，我觉得 CP 值高很多，一盆就台币一两百块，比起去一些进口超市便宜太多了。当然可以用干燥的，但是我觉得新鲜真的没办法比，这个香草在花市买一盆哦， CP 值真的够高。像这个是欧芹哦，它真的很好照顾，网络上也有很多种香草植物的教学，找到一些撇步，我现在也变得很会种香草。今天用到欧芹，也可以用 parsley 取代，蒜的部分就切成蒜片，分量可以自行增减。主角虾的部分呢，我们要去头去壳去肠泥，当然首先要清洗干净，怕这些虚虚角角会刺手的话可以先修剪掉。取下来的头很重要，这可以做出很鲜美的虾油，也分享过鸡虾油的做法，大家可以搜寻一下。去壳的方法有很多撇步哦，之前也分享过，大家可以搜寻一下频道，因为已经分享过上千道的食谱，大家就搜寻想要做的食谱，再加上梦幻厨房，应该大部分的食谱都找得到。如果大家发现有没分享到的食谱，再麻烦跟我说一声哦。开背去肠泥这些动作就简单带过了，相信爱料理的朋友应该都有自己习惯的手法，也有人剥虾头的时候拔出来，或是用个小牙签勾出来都可以啦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就是要把肠泥去掉，因为肠泥很脏。虾肉的部分呢，我们腌制一下打个底味，加点胡椒盐，黑胡椒白胡椒通通都可以，然后抓拌一下腌制入味。如果怕腥的也可以加点料理用酒或白葡萄酒。我们在锅中加入多一点的冷压初榨橄榄油，记得选酸价值低一点的，这样子发烟点会比较高。这道料理的油量会刻意多一点点，我大概加入了120克左右，橄榄油刚好有点不够，就混了一点冷压初榨洛梨油。为了让油的风味层次更多，我们先来炸一下虾头，就直接炸到变成橘色的虾油。这个温度不需要高，就是维持低温哦。我还顺便放了一些百里香，这个温度大概是摄氏120度上下，把虾头里面的水分蒸发掉，让虾头的香气精华释放到油当中。看到油整个变橘色，香气都出来，就可以捞出虾头。这个虾头呢，还可以拿来熬高汤做炖饭哦，火力还是维持中小火。接着我们要放入蒜片的部分，主要就是要把蒜片低温炸到变软，然后表面微微的金黄上色，香气四溢。因为刚开始有水分会产生一些泡泡是正常的。接着再加入干辣椒，一起低温炸一下，会非常香哦。要炸到什么状态呢？就是先看蒜片的部分，另外就是靠鼻子闻到浓浓的香气，香味你是闻不到，但至少可以看一下蒜片。大家可以透过镜头看到哦，这个蒜片已经微微的金黄上色，而且变得比较柔软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入虾子，这个虾肉放进去之后呢，时间千万要掌控好，就这样算是低温泡的方式哦。因为这时候油温其实并不高，其中一面变色了之后就翻面，当两面都变橘色之后就可以关火。放入虾子的时间呢，绝对不会超过2分钟，因为虾子很快就泡熟了，时间抓得刚刚好，是非常脆口非常好吃的。晚一点点关火，整个虾就老掉了，所以一定要很注意。因为我用这个铸铁锅有保温的功能，实际上已经关火了，加上匈牙利红椒粉跟欧芹碎，就可以直接上桌咯。超美味的西班牙油蒜虾，等你交作业。对了对了，通常会搭上发棍，我今天配的是自制罗勒番茄 Ciabatta， 然后用这个面团来做扭扭棒，真的超级赞。有兴趣看罗勒番茄扭扭棒吗？有兴趣的记得留言加一。
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立马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